交通工具是幕后功臣，不塞车不撞车不加车钱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不会关心交通的事。可是没有交通工具，我们或许只能坐在家中。全新系列将到各国，为什么在杜拜搭公共交通工具可以拿黄金？为什么巴基斯坦的交通流量那么惊人？探讨交通工具对社会的贡献，交通的事大有学问。这么远那么近，3月8号起晚上9点 U 频道与 MiWa 重播观看。